原标题，这个清朝道光年间的古老工艺，在他手中焕发生机。版权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胶纸陶是最具台湾特色的地方传统艺术工艺，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间，因发源于广东武岭以南古名胶纸，故名胶纸陶。胶纸陶的制作全凭巧夺天工的陶匠用双手及竹篾将陶土片片贴合修饰，再以多彩釉细工着色使其绚丽，再经过多次烧制而成，即雕塑色彩烧陶之美于一身。其特点在于精烂艳丽的宝石彩釉，呈现多元丰富的中国民俗风格，且包含了捏塑、绘画、烧陶等技艺及宗教文化的中国民族工艺，堪称两岸民间艺术的瑰宝。以胶纸陶闻名的嘉义县板头村胶纸陶文化，隋日汉人移居来台，最早记载是乾隆年间建台南水仙宫就有简年胶纸陶塑工艺。胶纸陶在台湾又被称为庙郎仔，人口不到700人的嘉义县板头村有全台湾最大的胶纸陶产业，在这里随处可见各式极具创意的胶纸陶作品，墙上五彩缤纷的胶纸陶壁画呈现小孩玩躲猫猫的生动场景，让人不禁遥想童年。板头村土生土长的胶纸陶大师谢东哲正是以传统陶土艺术复兴老村庄的幕后功臣。胶纸陶大师谢东哲投入胶纸陶与简年技艺38年。谢东哲谈到师承，这段缘分要从100多年前说起。离板头村不远处的妈祖庙新港奉天宫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曾因两次大地震而损毁。1906年，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曾祖父林维朝特聘人称汪载福的厦门胶纸陶大师洪坤福来台修缮，不像其他技师不外传技艺，为了修建台湾新港奉天宫与北港朝天宫两大妈祖庙，洪坤福在当地收起徒弟，使嘉义新港一带成了胶纸陶工艺与寺庙装修工程重镇。谢东哲与胶纸陶的一生缘，从小因为父母在北港朝天宫卖小吃，当时才5、6岁的谢东哲在朝天宫附近长大，看见洪坤福的弟子将青楼修缮朝天宫，耳濡目染，对胶纸陶产生兴趣。谢东哲说，我小时候帮人放牛，就在溪边挖土做汪仔玩，捏起三国演义人物，自小展现对艺术的热情。谢东哲16岁正式拜师学艺，成为洪坤福的第五代徒弟。谢东哲介绍胶纸陶作品出师之后的谢东哲走遍全台，到处建庙修庙，最远曾赴日本横滨盖关帝庙。20世纪80年代，胶纸陶遭遇人才断层，产业外移与没落，匠师们纷纷出走。谢东哲说，当时我父亲罹患阿兹海默症，为了照顾父亲我没有走。谢东哲选择就地转型，将原本在庙里表现龙凤呈祥福禄寿喜的胶纸陶应用在文创领域与公共艺术。把胶纸陶应用到文创领域，知名的台中文创冰淇淋店公园眼科商标上的墨梅与柜台后的整棵梅树就是谢东哲的作品。远看是一株诗意的傲雪寒梅，近看才发现整棵梅树是把碗片剪破一片片粘贴而成。为老技术找到了新舞台，谢东哲让年轻人看见传统技艺之美。传统技艺在当下面临着严峻考验，一度面临危机的不止胶纸陶产业，还有谢东哲的老家板头村。如同多数农村，板头村面临产业空洞、年轻人出走、人口老化的危机。故乡子弟离乡背井，窑厂匠人老化，独居在家无人照顾，看着日渐萧条的家乡，谢东哲与师傅陈忠正决定用技艺改造小区。
板头村老树开心之交趾桃该如何转型？大家决定挖掘故乡故事作为素材，于是四季花树与农村趣事成了板头村四处的风景，每个角落都藏着惊喜。就这样，板头村谷底翻身成了知名社区，最高峰一个月曾吸引1000台游览车前来拜访。游客的来到带动农产品的销售，而交趾桃的新应用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传统产业。谢东哲要把这份技艺传承下去，交趾桃妙方仔在过去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是一门为村民讲述神话与历史故事的民间艺术。这门亲乡爱土的艺术，在谢东哲与板头村匠师们的努力下，更深入地走入社区。窑火越烧越旺，旧的记忆承载起一代又一代的新故事。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